节目这个比赛是越来越精彩了，第三轮这个、要大声的念出来，来，子子冒名出来是什么呢？好大力，后面要爆开了啦！请使用屁股挤压打气筒，并同时灌气球，计时一分钟，灌破最多气球者获胜。准备了，好，计时一分钟 ，Ready Go！ 哦哦哦，有有有有，哎，电池果然是占优势。真的。我丢钱了啦！往第二颗迈进。剩下四秒钟要记得倒数哦。快因为要不断捏紧它。10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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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而且他当，哎呦！他一直接球，他队友们，你要把后卫步阵打动作比较实在，对，哎，哥靠你吃饭了，三十秒，三十秒，现在连第二颗，哇！我真的感觉中枪的感觉，来来来，中枪的速度要快，来迈向第三颗啦，哇！ 来进入第四颗，但是恐怕时间不允许了，时间进来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这个压线啊，然后呢投进了这一颗，所以目前是4-4，战况的陷入焦灼，因为一号选手、二号选手各为4-4。 所以呢，你只要好5颗，你就是第一名了。搞不好整个局势就大逆转。来，林湘加油啦！啊，这个关卡非常的关键，计时1分钟 ，Ready Go！ 哎，蛮快的耶！有快！你脸是颜面神经麻痹哦！一颗了，一颗了。 三十秒，炸到我这里了！没事没事，赶快弄2颗啦！三颗，好快！哎，赶快，最后时间，赶快，赶快弄4颗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 都是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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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是颗。都是颗。极限是4颗。对，好像极限就是4颗。对，好，但是总是要一个输赢啦。我们简单加赛1颗就好，然后看谁用最短的时间计时开始。啊，漏气啊，糟糕了啊！糟糕糟糕，突发状况。突发状况。计划赶不上变化，这个比赛呢，就是，一气九六来，大家记得，你会不会很懊恼？很懊恼哎。对，因为刚刚关键的时刻，我把那个管子弄掉了。对，这个就是哦，必然要接杀的球，然后呢又阳光照了眼睛啊，漏接。真的，你比喻得很好。对啊，必死球，结果漏接，然后二垒回来，三垒回来，哇靠！太生气了
我刚耳朵石化了。准备好了啊？好。大家要换新姿势哦。请问这个姿势的出发点是？因为我不想再碰到骨头，所以我全部用肉做这个。单纯就是使用肉，不再用骨头的。对啊。计时开始。
对，而且他每次都喜欢往气球炸向我们这个方向。9秒57，九七。哎，会不会局面令大家跌破眼镜？哇，很厉害，超快。对，从头到尾最不被看好的优尼，结果会在这一关获胜。怎么最不看好我？sorry，不要那么。他个人私心，个人私心。个人私心，因为你看起来就比较呆萌一点。好，现在目前的领先者是9秒57的成绩，那你必须在这9秒57之内的过破这个气球，准备了。计时开始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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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感觉更快！段长，9秒，9秒整 ，You are winner！目前的战局真的陷入极度的焦灼，因为由于这一关呢是林湘获胜了，所以林湘跟子子呢现在目前的在总比数上面呢是陷入2-1。如果这个下一轮也是最后一轮如获胜的话，那么两个又是平手了。哦，而且平手之后呢，这个决胜呢，这个游戏呢可能真的就是黑白谁来决定胜负了。因为这，因为人生获胜了，有时候来得莫名其妙，有时候运气，对，有时候运气，对。好了，我们进行这一轮的比赛。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从屁屁流出来了啦，利用屁股挤牙膏，看谁射得远就获胜。 OK， 好，这个比赛我们之前有玩过，当时是 Mia 有做了一个蛮完美的这个演绎。 Mia 喷很远吗？哦，喷超远。真假的？我忘了啦，我们看影片就知道。2-1，所以呢就是比远啦。那我们依照顺序，刚刚第一名，好，刚刚你是第一名，那变成你要先了。好，来，请，对，请就位。来，林湘的第一发，请开始。好，太棒了！哇，56，比上次进步非常大。厉害的耶。好，目前林湘的最佳成绩就是56公分。好，来，我们第二选手请就位。甩一甩，拜一拜，拜一拜，小宝。好厉害哦，你真的是够呛。所以你的挤压策略是用我全身的屁屁压下去。哇，用全身的力量，这跟那个打击是一样的哦。好紧张哦，为什么玩这种这么好笑游戏会这么紧张？准备 ，Ready Go！ 啊！谢谢小陈，厉害耶！75公分，哇！所以屁股有肉，应该还是有绝对的优势在，因为那个下压的力量就是不一样。你刚刚跟他互动是有帮助的。好，来，我们3号选手就位。好，身为梦想家顶流好啦啦队的成员，拜一拜，好拜一拜这个。请问你在膜拜哪一尊神呢？牙膏神，是我一辈子力。你妈妈看到这一幕，应该会觉得白养你了。竟然牙膏也有神。等一下，我先对一下。好，来对准一下。好，可以啊。可以。Ready Go。哇，好短哦！44。好，虽然这一关这个子子失败，但是统计总成绩分别是2分、1分、1分，所以最后的金牌得主子子。来，我们进行隆重的颁奖仪式。好的，威廉省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大赛，我们比赛到这边告一段落了，我们也诞生了我们第一届的金牌得主，现在要隆重为大家进行颁奖仪式，来，请上我们的冠军奖杯。是的，它是一个屁屁造型的冠军奖杯。 OMG 威廉省玩乐颂 YouTube 频道破10万人订阅啦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请继续锁定每周五晚上9点，只在威廉省欢乐颂 YouTube 频道独家首播，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。 See you together forever. Love you.